目前最夯的宜兰必买伴手礼是啥？很浓又很稠的巧克力，它比海绵蛋糕多了一份那个扎实的感觉，相当的好吃。炸鸡排是长这样子的吗？他怎么没穿衣服啊？它没有裹粉，所以可以直接吃到鸡肉的感觉，吃起来不会涩，还可以有汁在里面。其实它的香味不会因为它没有裹粉，然后味道跑掉。就爱台湾味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新味娱乐台。